靖宇先生，我不知道你对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不是有了解？了解谈不上，不过我个人很敬重孙先生的德行。好，有他这句话，下面咱们就好谈了。不知道先生想跟我谈什么问题？靖宇先生，你愿意投身到？ 中山先生说过：“革命潮流浩浩荡荡，顺者昌逆者亡。”你看看现在的中国，封建专制，军阀暴政，就像一艘马上要沉没在破船。你是想跟着这条船沉没下去呢，还是想做新时代的弄潮儿？这是每一个中国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。我觉得啊。 作为一个有志青年，就应该顺应历史，勇敢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当中，在革命的洪流中，才能够得到新生啊！对我的话，你不反对吧？与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张先生的鸿论深入浅出，字字句句都是那么精辟。靖宇忽然有一种茅塞顿开、迷途见日的感觉。 先生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学生自当今日起追随与您学习革命道理。嘿，你太客气了。靖宇啊，工一先生对你的为人已经很有了解了，他要在山东办一件大事，需要找个帮手。不知道你肯不肯助一臂之力啊？先生，请讲，只要靖宇能够做到，一定尽力而为。 杀张宗昌，累不累？ 上次在辎重营，就一刀剁了你，啊！我看你是个小当兵的，我不愿意搭理你，那么给脸不要脸的。好了，饶命！我脑子反应慢，我上一次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故意饶我一命。好看，我这次领教了，你饶了我一命吧，是吧？ 靖宇先生，我知道你有一种思想，叫做“各为其主”。但是，你得想清楚啊，你效忠的这个主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主？张宗昌，土匪出身，恶贯满盈，你跟着他就是死路一条，而且死无其所。如果你反戈一击，为民除害， 那才是真正的英雄，万人称道啊！不知道先生究竟想让我做什么？好，其实我们想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。好汉，你想打死我吧？
大苏，真活腻味了。好汉，你不知道，我上一次丢了匣枪，上司没有责罚我，已属恩待。我此番回去再丢了枪，我一定是死在他们的手下。与其那样，好汉，我不如死在你的手里。既然我到了阴曹地府，我做鬼，我好歹有个名分呐。好汉，你打错。拿着，靖宇先生，你帮了我们大忙了，公仪这里有礼了。张先生岂敢，我乃于先生的学生，今日有幸与您结识，犹如再遇师长。有道是师道尊严，学生岂敢受老师如此大礼。靖宇先生，你刚刚加入革命就办了一件大事，公仪一定向广州革命政府给你请功。不敢当，与二位老师的大事相比，靖宇提供的这些情况真的是微不足道。不过学生希望，无论二位老师的事情成功与否，以后不要再提起我。今日见面之时，学生也恳请二位老师千万不要向外人提起。靖宇先生，你的话我明白了。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今天的事我们绝不会再提。哟，惠子啊。怎么了？是谁惹了我们大小姐不高兴了？为什么跟踪公仪？杏子小姐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决定走走。你在跟踪？哎呦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呢，原来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啊。为什么？怎么是跟踪呢？是保护。保护。接到你从广州发来的问讯电报，你说我们能不替你暗中保护他吗？说的真好听，保护，你这分明就是跟踪。保护有时候也需要跟踪，跟踪是为了更好的保护，意思是一样的，用词不同而已。狡辩。不行，我跟公寓得搬走，不能住在山区旅馆了。我们一举一动是不是都在你们的监视中啊？简直太不可容忍了！惠子，惠子，你还要搬去哪里？啊？在济南山区旅馆是张宗昌唯一不敢派兵骚扰的地方。你告诉我，还有比山区旅馆更安全的地方吗？惠子，别发大小姐脾气了，坐下来，好吗？哎呀，惠子，姐问你，你和张公义的事如何？
愿意唱了吗？那就是说如愿以偿了，表姐。你说动他了？怎么，我们温柔如水的惠子小姐也泡不软他吗？他去意已决，我说不动他。哎，那就是说他一定要去刺杀郑东昌了。他抱定了必死的念头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小姐，你告诉我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惠子，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原是我们女人扭转不了的，就像河流要入大海，你不让它入，它也会入。难道我就眼睁睁的去看着他送死吗？那我就没有办法了，惠子。那你就只能自己去消磨痛苦，抱憾终身。表姐，没有别的办法阻止他吗？你都没有办法阻止他，还能依靠谁呢？表姐，你有办法是不是？表姐，你有办法对不对？那你告诉我，他身边有帮手吗？有有。你知道他们都是谁吗？有个叫于开林的，是山东医师的一个教员，还有一个叫龚金寿的。龚金寿？哦，我听他们提起过他，但是我没见过。表姐，你一定要帮我想办法好吗？啊，曾慧，你别着急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想想办法。曾慧也来济南了？对，张文义亲口跟我说的。最要紧的是，张文义要在济南搞一次冒险行动，他要刺杀张宗昌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要拉着龚金寿一起去冒险。龚金寿，我们医师的一个学生，就是在青岛刺杀日本人小岛满的那个学生，现在正满世界抓他呢。而在这个时候，张公义却要拉着他往枪口上撞，这些情况你都要向劳力同志汇报。嗯，好，我得走了，走了大半天了，校长要着急了。哎，建奇，我要不要去山崎旅馆看看曾慧呢？不行，山崎旅馆是日本领事馆的外围掩护机构，是个虎狼窝，千万去不得，记住了。我想找你们老师帮你告个假，你能设法帮我找到龚金寿吗？没问题啊，我知道他在山崎旅馆。他不在，也不在济南，但我想他不会走得太远，一定在济南近郊的某个地方藏着。能帮我去一趟赵庄吗？看看他是不是回到那儿了。好，苏老师，我见到他跟他说什么呢？苏主任，苏主任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校长有急事找您呢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别客气，那我走了。快去开会，我等你的消息。好，我这就去。
上头，是不是？来，同学们，大家都坐下来吧。看出来同学们心里都不高兴，说实话，我心里也不开心，于老师也这样，但是怎么办呢？我希望同学们把眼光放得再开一些。大家都记得吧，前几天杜万福抓了我们不少同学，今后这类的事情还可能发生，我们还要去再交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能把眼光放得再远一点，强打精神赔笑脸嘛，这一次就全当做了一次彩排，你们说好不好？来，把乐器都拿起来，准备排练。这次驻守队伍的安排是这样的，我给你打个比方啊，你看，这就好比是张宗昌的马厩，他安排我们乐队呢紧跟在他的后边，在后面呢，这才是张宗昌老娘的大轿，他的卫队呀，全在了最后面。这样呢，我们乐队正好把张宗昌和他的卫队给隔开了。嗯，好，天赐良机。你的意思是，等这个队伍啊走到了40号街口的时候，我让这个龚金手混到了乐队当中，把乐队搅乱。乐队一乱，张宗昌就要出轿子，他一出轿子，我们就动手，明白吗？好主意，到时候啊，我们配合龚金手，把乐队搅乱。就这么定。好，我先回去了，学校下午还要排练呢。好，我不留你了。龚毅啊，我刚才来的时候发现旅馆周围有很多陌生的面孔。日本人没关系。哎，还是小心点为好。好。哎，哎呦，等会儿。台林哥，你我跟龚毅谈点事儿。那你再坐会儿吧。啊，不了，学校还有事情，我先回去了。慢走。进来。张督办，您好。哦。朝珠千代小姐，哈哈哈哈！什么风把您给吹过来了？啊，哎，坐坐坐坐坐。千代小姐，找本督办有何贵干呢？哦，哈哈哈哈哈！都是自己人。但说无妨啊。我们大日本领事馆获得对您人身安全绝对不利的情报，领事先生特意嘱我前来通报阁下大旨。什么情报啊？想必阁下知道张公仪这个人吧？不仅张公仪这个人厉害了得，想必阁下还记得另外一个人的名字。谁呀？龚金寿。龚金寿？对，龚金寿。这个人现在和张公仪在一起。兄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龚金寿不见了。
啊，怎么回事？我去找他，满地都是脚印，可是找不见人，看起来他遇到不测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按原计划行动，龚金寿的任务你来承担。好，学校里有个小老乡跟我关系不错，看看他能不能帮忙。好，就这么定了，分头行动。盒烟就进来。对不起，书记官，今天特别，没有督办的首令，直升机不能出，这雷达不动，你还忍忍吧。杨林啊，哎，来来来，帮我端俩菜。好嘞，好嘞，来，啊，好嘞，哎，天津，你坐，你坐，哎、好。哎呀，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啊！啊，坐坐坐啊！早就想请你们两个小老乡到我这来吃顿饭了，一直忙没有时间。今天你看看，没有什么好的招待你们啊，家常便饭，挺好，挺好。好，哎，杨林啊，啊，你们俩关系进行到什么程度了？未婚妻还是未婚妻呗。哈哈，哎，家里面都同意吗？他们不知道。我的婚姻我做主，天心，你呢？我爹娘啊，要把我许配一个大财主的儿子，说是在济南做事儿，还有军衔什么的，然后月底回去就完婚。我俩这一听，那赶紧逃呗，这不逃还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就这样逃到济南来的。嚯，你们俩还是逃婚逃出来的啊？嗯，不错，有点新青年的样子，反对封建礼教。嗯，好，来这吃啊。于老师啊，你不是说找我们有事儿吗？什么事儿啊？有事儿，而且是大事。不过呢，先吃饭，吃完了咱们再好好的谈，好不好？经调查核实，国民党广州方面并没有派张公仪啊，刺杀张宗昌也不是广州方面部署的任务。张公仪这次来济南，纯属于私自行为，不辞而别的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应该坚决制止张公仪的愚蠢举动。不行啊，国民党方面已经派出了张发奎亲自来处理此事了，不让我们插手，我们呢只能隔岸观火了。就怕时间来不及了，明天张总长就要公开庆贺他老娘入城，以张公仪的个性，他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。国民党的态度很明确，坚决不让我们党插手。我真不明白，这国民党到底要干什么？他们这样会走下坡路的。我们也只能隔岸观火，爱莫能助了。谁？苏老师，我是聂天红。哎，天红，苏老师，是吗？怎么样？没找到龚金寿，赵庄我去了。附近的几个村我也找了，都没有。老乡说昨天晚上小南山有枪声，我赶紧到小南山去了，也没有。你跑哪儿去了？我到处找你，你把我和苏老师都快急疯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天哥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苏老师说了，让你赶快离开山东，去南方，到武汉或者广州，越快越好。我走不了了，我现在是走不了了。我跟张先生失去联系了，山区旅馆我是去不了了，那周围到处都是形迹可疑的人。天哥，我估计那都是冲着我来的，你得帮我去一趟。你赶快退出你的冒险行动吧。你知道不知道，你的一切行动都在督办府的掌控之中了。我赶快离开山东。我不可能那么办，那么办不就言而无信吗？我答应张先生的事，我到现在还没办呢。
什么事儿？龚金寿，你杀张宗昌？对，我就是要杀他。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知道。你杀日本人，那是人家没有防备，让你侥幸得了手。张宗昌什么人？你想杀他呀，龚金寿？他到一师来过，我见过那阵势，前前后后几十个卫兵围着他，像铁桶一样严密。你要杀他，你别说杀他，你靠近一步都绝无可能。所以呀，大哥，我请你帮我去一趟三七旅馆，你帮我问问张先生，他打算怎么做，他需要我做什么？你帮我转告张先生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龚金寿在所不辞。你糊涂啊你！一意孤行，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不是？督办府的书记官孙经宇，原来跟我也是一师的同学，此君绝非等闲之辈。你的案子现在由他主办，他没抓你，不是人家没有能力抓你，是给你留了面子。你可不能蹬鼻子上脸，把人家往绝路上逼，弄得人家没法做人呐。田龙哥，你跟督办府还有关系呢？有啊，怎么了？啊，算了。金寿，龚金寿，怒发冲冠，凭栏处。
真相。建国同学，苏老师，昨天晚上顾尼寿来找我了，他人呢？跑了，看样子他是铁了心要刺杀张东昌啊。果然，我劝他了，说什么都劝不住，怎么办啊，苏老师？说体检集合吗？怎么苏老师和岳老师到现在都还没来啊？校长，您找我？哦，我告诉你，于开林，他被捕了。什么？走走，进去。都解决了，啊，除了龚金寿都解决了。我倒是要看看这个龚金寿，他是何方妖孽。走，接我老娘去。是。巡警，木马。去不去赌博？去，他不来一样去。
小兔崽子啊，竟敢来谋杀我！要不是为了抓你个活口，早就他妈乱枪打死你了！妈了个巴子的，来呀、啊，是是，把他给我绑上！是是，拿回去，走，带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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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金寿、张公仪、于开林三贼谋逆造反，竟敢对本督办妄动杀机，罪在不赦。本督办决定择日将三贼通通枭首示众，以儆效尤。是是。表姐，你为什么这样？怎么了，慧子？你欺骗我！你为什么欺骗我？我怎么欺骗你了？你不是说的吗？只要公仪刺杀不成事实，就不会判他死罪，你就可以施加影响把他救出来。可是你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？你看呐，明日公开处决。惠子，张宗昌亲口答应过我，他不会判处张公仪死罪的。现在上面这个你怎么解释？惠子，你冷静一点。中国是一个没有法理的国家，张宗昌是一个出身草莽的军阀，又不是我们要害张公义，他出尔反尔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我不管，你要救他。哎呀，惠子，你说我怎么救啊？张公仪要杀张宗昌，这是事实，这一点连他自己都供认不讳。你说张宗昌能放过他吗？表姐，表姐，公仪是我的生命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他，你有办法的不是吗？你有办法的是不是？惠子，他要做烈士，你就成全他来做烈士的英名好了。